新马米亚的被动技能现在最高只能叠五层，但是叠满五层之后呢，会有一个影子出现，你每发一次普攻，它也跟你一次普攻，会造成30%+30%物理攻击的伤害。这个伤害可以暴击，但不能触发普攻特效，就是它不能触发猎魔这种东西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直接理解成米亚的每一发普攻会造成额外30%的伤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伤害可以暴击，你就说我一发是 1.3, 我暴击就 2.6 了。然后现在的二技能除了会造成缓速，还会对中心区的敌人造成禁锢效果。大招移除了原来的加攻速效果，但是现在移速加的更多，而且隐身时间提升到2秒，而且可以瞬间叠到满被动状态。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装备。其实呢，不仅是米亚，包括我之前出的剑锋和雷拉，还有我之后要出的阿鲁卡多、紫龙，还有尤朵拉这6个翻新英雄，它都是在原来的技能基础上，就是基本上加强了一下，然后玩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就装备其实跟老版本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太大的要修改的。刚刚我们说到米亚的被动不能触发他那个猎魔巨剑嘛，那个影子，但是你猎魔巨剑还是要出，因为他这件装备是很全面的，就是所有攻速型的射手是一定要出猎魔巨剑这种装备的。就这么说吧，你原来米亚要出猎魔巨剑对吧，那么现在就是给你多了一发被动的伤害，那他并不影响你出猎魔巨剑，并不是说你这个被动不能触发猎魔巨剑我就不出了，这个就相当于老板给你发工资啊，然后现在给你多发一点年终奖，这个米亚的被动影子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不出猎魔巨剑只出暴击，就相当于只要年终奖不要日常工资了。啊，然后说一下为什么米亚是先出猎魔巨剑，而雷拉上期视频是比较后面出呢，因为米亚比雷拉更需要这件装备，因为雷拉我之前都说了，他在线上一二三技能都能够在前期带来不俗的伤害，而米亚是纯粹靠普攻打伤害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先把攻速叠起来，所以我先做猎魔巨剑再做风云者。米亚的走位手感非常顺滑，你出完这两件包括前面那攻速鞋，你这个攻速就起飞了。雷拉是因为他一技能可以暴击，所以我们先出暴击刀，而米亚不行，他就是靠普攻打伤害的，那你前期暴击率也叠不起来，所以说先做猎魔巨剑再出暴击装备。好，然后这几件核心装出完了之后呢，后面要做一件破甲，因为对面肯定有坦克，然后最后搞一件自然之风或者吃灵魔影这种东西啊，然后你也可以根据对面刺客的发育程度提早一件出，在破甲前面出也是可以的，就反正不出哈斯肯学爪吸血刀的射手反正要两件吸血装嘛，之前雷拉不是无尽对决加猎魔嘛，那我们这边米亚是不需要出无尽对决的，因为它是纯攻速型的，所以我们就猎魔加自然之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灰烬啊，灰烬跟我之前朋友圈给的稍微有点出入，因为现在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前期加点攻击力，你的前期对线然后补兵能力都非常舒服，然后第二行的话是因为官方给的也是加攻速，但是5%的攻速没什么太大必要，米亚点一下就能叠5%了，到后期真的是可有可无，不如加暴击伤害，他的被动那个影子伤害也受效，非常舒服。就前面第一行呢加攻击力是前期有用的，后面第二行加暴击伤害是后期有用的。然后最后一个点弱点洞悉，然后第三个点弱点洞悉，普攻20%几率对对方造成90%减速，虽然说这个20%的几率很少，但是米亚的攻速非常快，所以说这个减速触发还是比较容易的，这种普攻附带减速可以让你的团战更舒服的走 A。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翻新米亚。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米亚在对线上前期应该怎么打。首先呢，先学一技能，开始就清兵对吧，包括你之后也是主一技能的，二技能就起到一个控制效果，米亚这次更新完之后有控制了，真的是一个质变。然后呢去推塔，而对面人没有出现在线上，可能在打红 buff 或者什么的，他们可能对版本还不太熟悉，那我们就吃这个塔皮，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塔皮也不太熟悉，你看我现在是在加钱的，这个塔皮是可以吃钱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想的就是说啊、哎，就是塔上多了护盾，然后我这个打他的话就亏了，因为反正打他也不掉血嘛对吧，那其实这是不是的，他是可以吃钱的啊。那么对面是雷拉和钩子，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雷拉是先吃了这个一个红，那他就走位有点靠前了，而且能晕住他交闪，那我们就找这钩子，他要出钩我们躲一下，可以冷静判断他的钩子 CD 时间啊，然后我们二技能再控一下，先把这个钩子带走。虽然说在线上这个雷拉的能力是要比米亚是强的，因为他手比较长嘛，但这个雷拉走位有点靠前，而且钩子前期就除了一个钩子之外前期没有什么威胁力，他也没有位移，也非常脆，就比较好杀，就比较好对线的。那么杀完他之后呢就推这个塔，现在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吃掉了整个完整的一个塔皮，而且这个塔已经快被我推完了，那这边复活上线，我们还时间等一下，这边对面的龟尼过来抓了，已经看线上爆炸，那么我们的剑锋已经刷完也到四级了，过来再收掉龟尼，再点，哎，一个钩子，
二技能锁一下这个雷拉的位置，这个控制真的很恶心。然后大招一开往后撤，大招记住一定要留着保命的时候用，零大招下来交个闪现，预判一下他位置，二技能再晕他一下，应该他就追不上我了。这样一来我们线上的整个节奏就打开了，对吧？两分钟直接三个头。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场逆分局啊。这把呢，因为我们的打野零无作为啊，除了拿 buff 啥都不会干。那对面这个打野剑锋呢，就疯狂带节奏。剑锋也确实在打野前期的节奏上比零好很多，所以说我们这把前期就被压得比较惨。那么没有关系，我们就偷发育推塔，一定要把自己发育起来。对面这把是没有射手的，是有很大概率我们是可以翻盘的。米娅这个版本已经代替了之前的婉婉和凯莉，成为了最容易翻盘的射手。而且米娅的偷发育能力也比这个版本的凯莉和婉婉快很多啊，因为米娅的推塔、攻速、清兵都非常快。这边他们在上路打架，我们就不管他，我们千万不要参团，参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个时候你也没有装备嘛。我想推这个塔，但对面来了，大招一开，点这个星梦，他这还紫色一格，但他秒转黄色，我们往后拉一下，然后再点这个星梦，点这个霸下，哦，星梦过来扎死了，然后没关系，我们换掉个霸下，但是这边星梦也被人马换掉，那这一波其实完全不亏，我们直接拆掉一个塔，然后一花，虽然说我死了，但是我自己拿到一个头一个助攻嘛。然后现在猎魔和攻速也都出来了，准备做一件风云者。风云者呢，不仅是攻速快，而且他也能魔法伤害嘛。之前出莱斯利视频的时候，我也说过，莱斯利现在第一件做这个风云者，就是因为他有没有那个魔法伤害，清兵快，也是发育能力快。那这边呢，这个零是毫无作用，已经判断成功了，对吧？那么我们就拿他的红。那如果他要抢的话，他有猎杀，我抢不过他没办法，那只能寄希望于他不抢。那这时候这个零好像知道自己没有用了，他让 buff 了，可以有自知之明。那我们就接着清兵。这个时候呢，你们队伍的坦克也要保护好你，就是也是尽量的，你在哪跟在哪。如果你想打团，他可以跟着你打；如果你不打，就不要去硬跟团，一定要保护好你。米娅跟雷拉一样，我再强调一遍。无论是玩哪个射手，并不是说这两个，你一定要有一个坦克好的保护你。无论是在哪个版本，永远都是这个道理，对吧？之前的131版本嘛，肯定是有两个人跟着你的嘛，对吧？之前的122，包括现在这个里的这个打野位什么的，射手金币双人路，那都是要这样打。这边呢，不敢去下面清兵了，因为剑锋他们都来了，所以说我们绕一下，看看能不能抢这个龟。这个剑锋打得真快。那么这边我们直接走，哇，他这边跟上去了，没必要啊，这感觉是白送一个头。我们大招一开，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啊，这边他过来，我们交个闪现往后拉，还有没有机会再点这个卢比？哎呦，他交闪了，那没办法，我们就清兵。米娅的大招呢，作用就是在于这个，哇，这个霸下，哇，这样的吗？可以，杀不死我，兄弟。那这就是对面给机会了。你看，虽然说人头比是落后的，但是我一直在发育，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偷一下团战，那基本上我的经济已经起来了，这把就很有机会。米娅的大招呢，就是用来找团战中合适输出的位置的，因为他这个加速现在非常恐怖啊，到三级就十二级的时候，三级大招有65%的加速。然后又开一个隐身，然后开起来还有进化效果，就进化加疾跑，这真的是就基本上对面是追不上的。而且对面能够切我的剑锋啊，能够切我的刺客是一个剑锋，他只要大招我进化一开是完全不怕的。像我上把那个雷拉的交易视频里就说了，这个米娅是最不怕剑锋的射手啊。这边剑锋再打一个月塔的坦克没关系，我们就过来清兵月塔点刺这个星梦，然后开个恢复大招一开，啊，这边拿个红。你看瞬间节奏就被我带起来了，因为我的发育速度很快。虽然他前期来了抓了我们两波，但是坦克帮我很好的挡住了，就是坦克前期坦克死了三次，但我只死了一次。我这赛季用米娅10场100%还没输过，雷拉倒输了好几场。现在我倒不觉得就是雷拉一定比米娅强，我觉得两个射手其实差不多，
就是主要是看对面阵容啊，就是当我之前说了嘛，当这个对面有逆剑锋这种阿特拉斯州这种圭宁威尔搞你的时候，你就用迷啊。啊，这边我们不要贸然突进去绕一下，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就点卡里德在前面扛伤害，他回血，他们在打卡里德，我们就到后面点这边一个剑锋闪现过去 A 一刀带走。可以，我的经济已经完全碾压了。这边在尝试看能不能推个塔，扎斯克有炮台，但是他这个炮台位置放的有点憨的嘛。而且这边卢比闪现过来勾我们，然后大招一开，但是只能解他一段控。再点一下，哎呦，算了，点不死走了。啊，我这边说一下克制米娅的两个英雄啊，第一个就是卢比，他一勾了之后，你大招就算一开，你也是逃不掉的，因为他有第二段勾，因为米娅的大招他只有一段进化，就他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洗礼，懂我意思吧？然后还有一个很恶心的英雄叫芬南。这个林知道我是核心让我 buff 了，就是这个版本的打野位是这样子的，就是再强调一遍，打野位前期拿野，就是其他中路啊射手不要去拿他 buff， 是为了让打野位到自己，到后期像这个林就没什么作用的。而且像剑锋其实这种工具型打野到后期基本上你可以蓝红全部让给射手和法师，因为你拿作用肯定是没有他们大的。哎，这个灵这把又没什么，根本就没什么用，那肯定是靠我打输出，他就把红让给我了，还挺识趣。然后接着说，克制米娅的一个法师叫芬南，芬南是真的恐怖，他那个大招如果学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就中心巨龙，就学控制的话，他是持续控制，你开一个大招你是逃不掉的，你必须大招接闪现你才能逃掉，有的时候闪现可能都出不去，因为如果他位置比较好的话。这就很恐怖，然后基本上他大招一开，然后击飞基本上就必中，然后一秒你就没了。因为是排位赛中遇到芬南被他恶心过啊，所以才由此得出的经验。还有就是法杀，会玩的法杀，基本上后期就算到了后期射手也很难打，他就找你位置，大招一开。在开团前砸你一炮，你就基本上残了，你就很难打。但是米娅，米娅其实还好，因为他能够隐身找位置嘛。但是雷拉这种被法杀打两炮，根本就不敢打架了。啊，我们这边上去推塔，然后只能先晕一下，晕马杀点两下。这边啊、哦，大招一开，先找一下位置，往绕到后面，这边没有人切我，然后点先点死，哦。点死卢比，卢比把我拉过来，刚好。这边再闪现，直接点这个星梦，直接带走刺杀。啊，等一下兵线再推塔就可以了。下路兵线有的，我们直接从下路推进去。啊，他们投降了，那就没了。这个声音是真魔性，你不觉得他就在喊一饭一饭一饭，就很爽听着。所以说米娅后期是很恐怖的，就如果对面有米娅，你千万不能太浪，就可能很有可能会被翻盘。真的，雷拉可能还好点，因为就算雷拉全部起来了，你后面也就是一个刺客强切，如果对面坦克稍微一不慎能够切死的。但是米娅是有自己的保护机制的，你是很难切死他后面起来之后，所以说对面有米娅一定要小心被翻盘。你看我这把打了 35% 的输出，卡里德在前面帮我扛了 47% 的伤害，你看这个零就毫无作用， 9% 的一个输出，也就是我们前期逆风的最大原因。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